Jeffrey 的朋友们来了。嗨 Jeffrey。他说今天你过生日的话，给他 ID 一下，可以抽奖还是什么？啊啊，对，已经说了，说了，说了，定了都说了。这个开了吗？开了，来寿星。对，蘸那个吃。嗯。好吗？嗯，好吃。这是什么？这是那个海鲜酱油。YouTuber推荐的是吧？嗯嗯。大 YouTuber 推荐的。嗯，大V推荐。哇。他很不狠。已经快不行了，已经尴尬的不行了。好，谢谢谢谢。有没有唱个歌？我自己唱，我自己唱。谢谢。来 ，Happy Birthday， 鹏鹏啊！哇，来给你啊！哇，谢谢。哇，加油！那我们给你唱个关于许愿吧。对，我们给你许愿，小点声。你许愿啊，认真许啊。预备起。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在 Dollar Store 买的神器，国内这个基本现在是每家必备，但是在这边我很少碰到。然后我那天去 Dollar Store 正好看，哇，螃蟹刚才在动，我不知道好不好用，这是我第一次用，试一下。我怎么感觉拉不动啊？不会吧，我要先切一下吗？好吧，哇，卡住了呢，还是需要全自动的。其实我有点忘了，在国内的时候做这个酱汁有没有放蒜，但我知道肯定有放姜，所以待会儿准备蒜和姜分开倒。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都是用那种专门倒泥的那种工具，就一个碗里面拿根棍子在那儿倒。哇，我太激动了今天。Dollar Store 买的东西果然不行，还需要手动放回去，我自闭了。这可是我花了4块钱买的呢，斥巨资在 Dollar Store 买的。What？ 好家伙，这还不如手动切的。4块钱买的东西，太生气了。我刚切完葱姜蒜，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摘隐形眼镜呢。我待会儿摘隐形眼镜的时候，估计很辣眼睛，那味儿了。啊，就是这味儿。我已经好久没吃过这个酱料了，绝了。然后我今天还买了1品圆的肉饼回来，这个是韭菜盒子，哦，这个是应该是牛肉。胡萝卜馅饼，好可爱啊！然后这个是1品圆肉饼，最近特别想吃肉饼。棒面粥，这是小菜，土豆丝儿，但另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是啥。大头菜吧，有点像。
把它。谢谢。我再试试吃。硫磺了，硫磺了、嗯，哇！这是9年以来我第一次吃螃蟹，我太可怜了。海味有点浓郁啊，嗯、太狼狈了吧！我这个螃蟹吃的，先找找感觉。嗯、哎，你要不要喝个棒子面粥啊？我记得哦，好痛。我记得国内我一吃这个一掰就掰开了，这咋掰不开呢？这不用掰、啊。可能那我怎么吃里面的蟹肉啊？你先掏。哦。不好掰，这蓝蟹不比大闸蟹。哦，我在国内吃的大闸蟹，我没吃过蓝蟹。嗯。快整螃蟹，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吃，哇，太爽了！我觉得吃螃蟹是秋天最快乐的事儿。觉得会被今年的雪吓到吗？会被雪击败吗？它会退缩吗？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是早上时间6:50，因为下雪，小张特别的激动，然后一定要带小叶出去踏雪去。小叶应该还没有，这边小叶，哎，哇，这应该是2020年到2021年 Richmond 唯一下的一场大雪吧。Richmond 好像这边都没有下过大雪。这是什么？今天绝对是我的幸运日，我们俩来吃 cheesecake 了。然后 cheesecake 今天的 special 竟然是提拉米苏，我真的等这个提拉米苏 special 已经等了1年多，快2年了。没想到今天无意中来吃 cheesecake， 竟然等到了这个 special， 好幸运呀！因为这里面太黑暗了，所以我在用小张的手机打光。这个就是提拉米苏，等了2年的提拉米苏，我一定要记录下来。然后还有一个 London Fog， 他点的是橙汁儿，然后他点的是草莓，很普通的草莓，但也很好吃。啊、太快乐了，我要来先来一口。今天天气超级好，所以早上带小叶出来散个步。他穿着小蛋黄，好可爱呀！不是 ，You have to find the one that you're good at, and there's one more. Maybe Karen is very good at business, and Sukhwinder is even better at business.Sukhwinder runs his company and gets 20% a year. Well, yeah, go be a businessman then, right? Because that's where you thrive. You will do very well naturally.切韭菜都怎么切？切老快了。哦，是那个扁豆要剁是吧？好像韭菜好像不用。切韭菜。哎，我也觉得这蒜越好。这蒜看着就得劲儿。蒜看着就得劲儿。太爱了！那天那个给咱们泡一罐出来，嗯，那个米酒，我操，他俩他妈狂喝，我俩狂喝米酒啊！我那天疯狂上火，疯狂爆痘，你知道吗？哇，我就是晚上喝一个酒酿醪糟，然后睡觉前再喝一个酒酿小汤圆，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酒酿。我
我天！啊？哎，你在上课吗？这个有助于你学习，快来。好嘞，咱们如何学习？就一边听歌一边讲这个。嗯，按一个方向啊，这儿讲。啊，好嘞，好嘞。叶子，你以前是人狼，你知道吗？你跟我学。啊呜！叶子。啊呜！就你们以前都这么叫的。哎，他们这种小狗会立耳，不会立耳是吗？立耳。有的马尔济斯会，但它不会。它不会吗？嗯。你觉得怎么给？为啥呀？它们品种不会还是？不是，它这个同一个品种有人会。哦，就它已经到了过了那个年龄了，你的意思？可能就是看人，就像人一样，哦、有的人就能考虑 UBC， 有的人。有的人就会长两个小揪。饭有什么？最左边的是尖椒干豆腐，然后是麻婆豆腐，是小张做的。然后呢，红红的呢是水煮鱼，右边是青蒜炒腊肉，然后拌了一个白菜心，还有一个大酱菜。那边是两盘还没有煮的饺子，正在等着煮饺子。最值得记录的就是这个。这个是鹏鹏和文他们自己腌的腊八蒜，就是自从出国了以后，真的从来没有吃过腊八蒜了，我特别的激动。待会儿我看看小叶。哦，小叶干嘛呢？舔脚呢。舔了一晚上。我来看看他。我觉得可喜欢舔鹏鹏脚了。他今天一晚上都在缠着鹏鹏，这个小朋友。啊、小叶，媳妇来了。小叶新年好，小叶新年好，拜拜，新年好，小叶新年好，小叶拜拜、哦、拜拜拜拜拜拜，宝贝新年快乐哟。好了，行了，好，那我们吃饭呗，吃饭吧。好，新年快乐。有老大，准备 set 握手 good boy，拜拜哦，好，以后带你出去拜年就这么拜啊，回来就有好吃的啊，宝贝，吃吧。哦，哎，这太大了，宝贝，吃的在我手心儿，他的眼神不太好。哦，乖。这每年五十节目有传统节目。不是甄子丹，就是那谁，就是什么吴京啥的。对。每年一个劈叉位。劈叉位。我们给他上药吧，药在哪儿啊？那儿。你那个水桶那儿。哎，小爷不准看啊！没有。哦、哎呀，小爷爷。嗯，好了，收拾啊！小臭臭。我们现在要给小椰子上耳螨的药了，然后每天给他上药都是一场打仗，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记录下来，平常到底是怎么给他上药的。嗯，真乖，真乖啊！好了啊！这个材料我看了，合同外形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没事了啊，不害怕，不害怕，好了，
很好，再揉揉，再揉揉，真乖啊，真乖。去听一听冰雪的话。张云，张小云，好可爱呀、啊、你。给大家看看孩子会走路吗？阿姨，小爷爷。张小爷，张小，张小爷，叫你呢，叫你呢。爷子，你看一看姐姐呗。还是外面比较有吸引力。人在曹营心在汉哈。哎呀，哎，着急着急，着什么急？他想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买的高级牛奶草莓，并吃不出来任何的区别。小椰子，你连男的都不放过吗？我是只公狗。小看我们，你们小看你，拿点，再来一盒，小两分，十分钟了，菜粉没整，然后炸串就等会儿上饭了，太棒了，来这儿去玩了，是 rap 吗？是。好，你们是一，好，我先分几块啊。哪家粽子啊？哎哎哎，菠菜 no。不咬人啊，不咬狗啊。菠菜 sit， 菠菜 sit。椰子。sit， 都 sit， 两个都 sit， sit， 你也 sit， 菠菜口水下来了。菠菜。我录下来了。菠菜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给你，给你，给你。椰子，椰子，你拔芒果，你踢人家干什么？那么尖儿呢你？你看我给你吃，你都不吃，你踢人家，你 sit， 哎，菠菜，菠菜 sit， 菠菜 sit， 椰子，啊，菠菜 sit， 椰子，给你饭，啊，哎呦，还会给你饭，啊，你行了吧，啊，你行了，差不多了，你给人吃一个，哎哎哎哎哎，菠菜，不乖啊、哦、，sit， 你 sit， 行了，张小爷开始表演了，装可怜了，哎，装可怜 ，sit， 我让你 sit， 做你的 sit。哎，握个手。我发现他 give me five 跟握手吧，他用一个动作来应对我。不是，他握手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握。啊。握手是这样 ，give me five 是这样。握手是这样子。啊。握手会抬的比较低 ，give me five 抬的稍微高一点。啊。一个意思。小椰子，椰子。啊 ，sit。啊，看那个，哎，没看着啊，这儿呢，这儿呢。行了行了啊，你行了行了，你没少吃，甩口水，哎呀，你这口水整我满身都是，来一个小胖子，菠菜菠菜，我可以摸摸你的耳朵吗？菠菜，我摸摸你的耳朵，太爽，哎，椰子好偏啊，椰子，椰子，哦哦，宝贝，哦宝贝，拜拜，拜拜，哦，拜拜。
咋的了？你以为我会保护你吗？并不会，我骂你骂的最厉害。你刚才是不是乱尿了，张小爷？嗯，是不是你？哇，不会你好高啊！嗯，39啊。主要是听他那个节奏。哎，得就跟他学他的动作。就学他的动作。而且只有亮的才需要学。只有亮的才需要。对。哎，没亮吗？现在亮了还亮了。哦，等我。哎。哎。你们真的吗？跟着节拍拍。我要开始了。他你干嘛你就干嘛，你拍手了吗？你就拍手。哎呀，你别让他了，让他来咬你怎么办呀？你快老实点。对，这是四。好嘞。你造反是不是？倒反天罡！你说造反？你坐好了，坐好。你说造反？嗯？哎，刚才你们俩一动一合的。太好笑了。看你过来刷一下倒下了。爷家，故乡的樱花开了。要回去看看嘛，叶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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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爷，我问脚，我问你的脚，哎，脚臭，孩子不大点，脚还挺臭。你刚才说小爷现在脸上的毛是什么样子的？叫小爷让他看看，你们对比一下。小爷，你再来一个。小爷，小爷，小爷，张小爷，好宝子，好宝子，乖乖。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然后我已经下班了一个多小时了，带着张小叶出去溜了一圈，现在我和小张准备要去约个会。我今天还在跟他说，就我们俩在一起差不多一年半吧，然后我已经感觉两年没有约过会了，就我们俩每天的日子好像就是我下班回家我们俩吃饭，然后平常周末的时候去吃个饭，就好像没有男女朋友之间那样天天送送花啊什么，我们俩之间好像没有过这种过程。然后昨天晚上他突然跟我说今天要出去 day night， 然后我就觉得哇，突然哪根筋开对了，反正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但是我心情很好，然后我今天早上还化了一个比较全的妆，我还化了眼线，然后我还涂了口红、眉毛什么的，平常我都只涂防晒。啊，我们俩今天竟然要出去约会了，啊，要记录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到这儿了，然后正好现在是 dine out 的季节，这个是菜单，49美元，这个是正常的。regular 的菜单，我要 cake 吧。这个甜品的时候我也没有听太清楚，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视频里面也看不出来什么。哦，这是热的，我靠，这不是你做蛋糕，你做的蛋糕不就这味儿吗？你在家里自己整的那个。嗯，差不多。Anyways, I love you, my lover, my brother. 你上头上的有点狠了，我觉得。好开心啊，今天是周五。两杯红酒足以改变我。现在的我可不是普通的李玉，现在的我是钮祜禄李玉。我们已经吃完饭出来了，我喝嗨了，然后就一直傻笑。我的酒量可能就是如此的差吧。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家了，这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在一起一年半第一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平常也很幸福，平常也很幸福。Bye。 我们俩现在要出去和孔恒文他们吃个饭，然后把小叶一个人放在家里面，我们俩超级担心他。去那边走，这边吧。唉，但是我们最近真的就是在帮助他解决分离焦虑这个症状，因为也不可能家里面每天都有人陪着小叶，所以虽然为了锻炼他，但是我们俩真的还挺难过的，就希望他在家里面好好的，然后也不要叫什么好什么好自为狗，好自为狗，希望他在家里面好好学习怎么样做一条好狗。小叶太可爱了，但就是你知道养狗的人吗，离开狗子一会儿都会想狗子，想得不得了。我今天虽然没有化妆，但是为了见鹏鹏他们，我洗了头发，还卷了一下，还涂了个小口红，因为鹏鹏已经为了考一个考试
就是复习啊什么的准备了两周，所以这两周我们基本就是没有怎么约过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这周他终于考完了，所以我们一起去小龙坎庆祝一下。哎，刚才还在那边说心疼狗子，然后我现在这边庆祝一下。小爷不知道会不会好难过呀，听到我这样说。哎，小爷爷，我们会赶紧吃完就回来带你遛弯的。今天我们吃的是大辣，是文强烈要求的，今天要尝试大辣。哇哦，红糖糍粑。加了四瓶。我的最爱贡菜。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不知道小叶有没有钱。再见。可怜的孩子，让我看看他有没有尿。目前看来，今天在家没有乱尿呢。嘿，小宝贝，嘿，哦，我们回来了，宝宝，回来了啊！小耶。哦，宝贝你好潦草呀。我们现在要带要带小耶去那个 Stevenson 那边玩一下，认识一下那边的小朋友们。然后我在发现了一家新的甜品店，在二号路那边，我们俩顺便去搞个小甜品。哦，我好潦草呀。哎呦，好委屈啊！马上就到了啊，小 T B 一穿谁都不爱。哦，又过来了，又来试产了。来，拖你一把。好，嗯。哎呦。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这一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准备。他可能有点怕水，可能会不会现在天气太冷了，等夏天时候带他来玩，他可能快乐一点。但是从洗澡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怕水的小孩。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小张下楼去拿快递了，
然后椰子特别难过，在那边哼唧半天了，感觉像是要哭了。哦，他好可怜啊，也不知道我们平常我和小张一起出去的时候他自己在家有多孤独多无助，估计也是这样等我们回来的吧。小动物的一生真的好短啊，希望能有很多时间去陪伴他们，他的出现就突然点亮了我的生活。小椰呢？小椰呢？没事儿没事儿啊，小椰呢？没事儿，哥哥马上就回来了。太难过了，吃两口饭。小干饭王，今天我们给小椰洗了澡，还算是白净吧，但是脖子上看起来还是有点油，因为给他上那个药，他经常用耳朵去挠，所以蹭的全身都是油油的，可能要再洗两次。一会儿看看门前，一会儿看看我，确保家里面有一个人是陪着他的。哦，太可怜了。